原标题，梁中宝的弟弟梁文广当初生就立了一大功，梁家将人丁在望，杨延昭三喜临门，最大的喜事是儿子杨文广出生，杨家将人丁在望。嗨，大家好，搜狐号虫子天下原创文学点评第394期上线了。上一期虫子天下给大家说的是杨延昭的儿子杨宗保第一次与大辽的将士对阵，就被韩延寿的一声大喝吓晕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皇帝和群臣赐给杨宗保两岁的事情也确实很好笑。这一期咱们